若妻嘛，彩虹姑娘嘛，彩虹姑十八卦，十八卦，我四年级的，二五岁过事情哇，二十六事情我来四年级，是侬弄个车子用啊？哈个叫？我搞我是怎的彩虹姑，木姑娘，这我白面真多，我白面多，木姑娘你过日军就哇，他木多，也是你过。我住就是前些话，他就俺妈称我叫小姑子，叫俺是俺们这边你姑别人说的嘛。